现在我已从四川内江来到成都了。现在是疫情期间，那些广场上面不准那些大姐大妈们跳广场舞，但是就算这样子禁止，也阻挡不了大姐大妈们跳广场舞的热情了。有一群大妈就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跳，听我那个邻居说是在那个高铁的那个桥下面跳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这群大妈们还真会找地方啊，这里是一个高铁的那个桥下面，周围啥都没有，全是农田，就这里有一块空地，刚好可以跟他们跳舞。还有一个大爷也在跳，这里跳舞不会影响到别人，挺好的。刚刚去看了，好几个大爷大妈在那里跳舞，疫情也抵挡不住他们跳舞的热情，给他们一块空地就可以跳出妖娆的舞姿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他们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把自己的子女抚养长大成人了，现在自己享福了，每天就做做饭，然后跳跳舞、散散步，这样子多好啊！我现在还年轻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挣钱存钱，把自己的子女养大成人，等以后老了我也来过这样的生活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